两个一人一，一人一，一人一个，总共俩。妈的，自己洗手还会把这里掐了，你看掐污了自己。是不是是路上摘的？现在橘子有这么滑吗？我觉得还有干。你说到10月1号还是这么热，就一点都不好玩了哈。本来是他说20号还是什么热，下一下就凉了。实在太热了。再一下就凉。我连空调费都交不起。你是不是看外发加工里面？有啊，一个不是3000，一个不是2000，不是对的吗？对呀，基本上不是5000吗？
现在水压测的是5400，灭料，开始冒水珠。现在已经6200，面料还是没有开始冒水珠。